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，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。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，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。像我这样迷茫的人，像我这样寻找的人，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，你看见过多少人。会不会有人